大家啊，等一下，我想问，如果的话，你们会推荐我吃什么呢？那这次来到广州，有没有一些广州的美食具体是特别喜欢的？其实我什么都喜欢吃，我一来到这里我就吃了好多东西，我都忘记有什么东西了，因为我真的选不下手了。我们大家广东人肯定会吃早茶、凉茶、午茶，在香港经常喝，非常的喜欢啊。我有点那个叉烧酥，还有烧麦虾饺，还有那个叫马拉糕，对，马拉糕，最后仲有好多茶丁。OK， 啊，真香！哎呀。